眼前发光的盒子是一个时间存档器，它的作用非常神奇，保存一个时间节点，只要人死掉马上会复活在时间节点之前。这个20岁的大爷肯定是活够了，他拿起刀子想要尝试设备是否正常，噗嗤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吓得隔壁大妈惊叫连连。好在设备没啥问题，大爷竟真的回到了存档之前。隔壁的大妈懵了，很震惊，他震惊于大爷一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宅怎么会造出这么离谱的东西，而大爷的回答更是让人瞳孔地震。存档器用的材料也非常普通，一瓶苏打水，一台打印机，一台烤面包机，还加上一丁点布。大妈听得一愣一愣的，结果大妈来了兴致，按下存档按钮，拿起刀子毫不犹豫地给自己心脏来上一刀，但很尴尬，时间并没有回到刚才，自己还疼得哇哇叫，因为存档器绑定了大爷的基因，大爷为了救人只好把自己扎死，回到了刚才的时间节点。大妈让大爷赶紧存档一下时间，然后就是劈头盖脸一顿毒打，边打边嚷嚷，我现在就要打死你，早不说存档器只能你自己用，老娘差点把自己给杀了。在走出餐厅后，大爷也觉得设备还是存在不足，于是决定存档一下，然后将设备销毁。你信了是真的？嗯，try the car。